出九种光色，所以人们叫我救命，我要去救。可是我妹妹说九色鹿见你不能去，如果你去就会暴露，人就会来捕捉我们，干掉鹿茸，割掉鹿角，不去鹿皮，不割草庄。真不知如何。
的悬赏令，通俗确实是宝。何来来玉，谁能告诉我他在哪里？就能原谅皇后的梦，国王就会山。
使人趁人不注意夺了把剑向我刺过来。在哪？